Hello， 小伙伴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呀！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我脱了，神秘大礼呢？我说好的，神秘大礼呢？我难道还不够吗？我还不够神秘吗？算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对的，你回去吧，我们要现金奖励。小天才电话手表，翻起来才够小天才。邀请您观看巫妖网，奔跑吧，兄弟！兄弟团的成员们，欢迎回来。接下来你们要玩的游戏为烫手山芋，成功通关后即可通往下一关卡。烫手山芋游戏规则：游戏开始时，系统将随机在一名玩家身上刷新一颗限时爆炸的山芋，玩家可在山芋爆炸前传给其他玩家。本轮游戏总共分为两个地图，拿到烫手山芋的玩家需尽力摆脱掉自己手中的山芋，直至游戏结束，存活到最后的玩家获胜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咱们准备开搞吧。我熟悉的场景，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先研究一下这个地方有什么地方可以躲。其实我们可以指向性的先搞老黑。可以可以，我觉得先把老六搞死，先把老六搞死。老黑啊，走，先分散开来。哦，集体到老黑，快集体大招，跟着老黑，跟着老黑，集体别跑，黑弟。先躲起来。好，还有九秒钟，第一个倒霉蛋要出现了。倒霉蛋是谁？哇，哎，刚刚老六倒霉蛋出来了，再见，再见，真丢个老黑，老黑丢坦克，坦克丢个老黑，老黑丢个坦克，你给老子死！啊，目前的状况还是坦克丢个老黑，看老黑怎么办？老黑，你那个头盔来了。我是无辜的呀，我爆了，我就爆了。叫你这个解说，赶紧上！哎，大力，你不道德，大力。这东西突然叫我，强国，我没了呀，强国。哎，人呢？那你走着呀，你走着。黑弟，你好单纯啊，我好喜欢。我操！我靠，老黑又大了。怎么又变我身上了？强国，卡哥在那，卡哥在上面。解除了一下，他们把我给炸掉了。完了完了，时间不够了，时间不够了，时间不够了。Yes！ 啊，怎么在我这里 ？Yes！ 滚蛋，家人，滚蛋！哎，为什么都是搞我呀？你们这群人！跑酷，我这个跑酷，你有资格说这句话？啊，你跑酷，我叫不下去。不行啊！这个跑酷，我叫不下去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东西又到我头上来了？快快快快！因为爱情。这边，大人这边，快往上，往上爬！大嘴。卡哥，你好，生气！果然，这个游戏还是适合猥琐的男人玩。赢了，掉色鸭鸭的赢的。果然，这个游戏还是适合猥琐的男人玩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猥琐男人最厉害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一关，这个好酷啊！好像是室平地，好像是室内，室内好像应该没地方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的。可能是脚底下，脚底下那个房子里面。先搞老黑，闭嘴！把你就你萨瓦迪卡，跟着砍我！萨瓦迪卡，你跑哪去？萨瓦迪卡，游戏可以输，萨瓦迪卡必须死！不要这样子搞，我只是想老黑，你爱着我，你不要爱着我，拉一个。强哥，强哥，高卡哥，高卡哥去，卡哥，卡哥，卡哥，不一定要团结。No！ 啊，我跟木鱼走。你不要开始，我刚才都跟那边打。我是打佛来呀！我怎么又到我身上来了？佛来呀！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。狗蛋，你去打他，我走了。老黑，沙瓦迪卡在厕所，沙瓦迪卡。哈哈哈哈哈！哪个不老黑不老黑？买菜老黑。他们在厕所外面，强哥。
干！我靠！攻！跑！秦王绕柱走！你让座！你让座！你让！你让！完了完了！又过来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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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完了！哎，我的妈！怎么到我这里来了？来，卡哥，咱们两个比手速，你跑！那是什么？特走特特走单挑！好，来 ，Ready Go！ 别让蛋疼！两个大傻子啊！卡哥，你别过瘾，卡哥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接受不了。兄弟团们，恭喜你们来到最后一个关卡——大嘴的迷宫。迷宫大逃亡游戏规则：大嘴的获胜目标为躲过其他玩家追捕，进入迷宫中心传送门则挑战成功。大嘴可变化成场上任意一名玩家或动物，逃离时限为八分钟。其他玩家的获胜目标只有一个，利用场上一切资源在时限内阻止大嘴通过迷宫。果然裁判组还是公平公正的，你们也不要太难过了。八分钟我们来搞你，要是走得出去，我把老黑许配给你。干得漂亮，我来当伴郎。木鱼，你这话讲的，我觉得我游戏玩不下去了。哎，大力呢？大力呢？双开始摆走了。大力说讲话，大力。哎，你人哪去了？我，他应该是被传送到别的地方，传送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？这谁呀？这是好鸡，不是这是黑鸡吧？你不说他鸡，不说他文明，你我他。你们能不能好好玩游戏了？黑鸡有点形象啊！不是你后面这个黄色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靠！这个还是个四方形的，这榴莲啊！黑鸡跟那个白耗子的那个后面那一坨刚好对点了，我的天！我的妈！鱼拐是什么？这是搞鸡、啊，这什么生物？狗蛋！这后面这个十字准星，我好想拿个东西怼一下。哎，兄弟们，咱们不要忘了正途，大嘴这个大嘴这货是要离开我们，不能让他出去呀、啊。狗蛋倒是很形象。快办正事，办正事，办正事，办正事。大嘴怎么不说话？大嘴你在哪里啦？我已经融入在了你们其中。融入在我们其中了？嗯，真的假的？大嘴是可以变形的，是吗？真的。是的，哪个是大嘴我不知道。我这箱子里面有东西、啊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找到一辆自行车。自行车，自行车。哇，这个镜子，这镜子里面的帅哥好帅呀、啊！大力，大力啊 ！What the fuck？ 为什么打这个怪的我自己会少血？谁打我？你谁呀、啊？都打大嘴才不会。我找到他了，找到他了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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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狗当，他变成狗当了！快阻止他！我你们怎么打了去？我找不到你们人了，兄弟们！我看不见，我一个人看不见。被吃药水，我找到一个。你们快过来，快过来找我！我来，我拿吉他拍死他。但我好像找到人了，自行车碾死他我。哎，哪去了？问题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哎，大嘴，我找到你了！打他脖子少血呀！那是我，他打的。杀错人了！哎，兄弟们，咱们要分工一下。你们，我找到大嘴，找到大嘴了，我找到，他是你是不是变成木鱼了？你不要打，你不要打，你让我跑一下呀！快过来找我，他在我这里，我跟着他呢。嗯，我会吃寄生虫。强哥，你是个傻子吧？你一直跟着的是我啊，那是你吗？哎呦我的天！
我忍不住想拆穿你，本来是不想拆穿你的，你跟个傻子一样，一直屁颠屁颠的跟着我。我看你身上冒蓝光啊！你看你为什么会冒光？我吃了个金苹果啊！我找到他嘴，找到他嘴了，找到他，找到他，找到他！你是不是变成木鱼了？不要打，你不要打，你让我跑一下。你过来，看我，你是个傻子吧？你一直是我啊？那是你吗？哎呦我的天，这是木鱼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你像个傻子一样，我想逗你玩啊。你跟我怎么被？我怎么感觉我被骗了？是你，大嘴骗的。哎，我怎么不讲话了，大嘴？啊，我在你们其中啊。我靠！你们一直没发现我，我这走到哪里去了？哎，兄弟们，这样也好，只要在时限内大嘴出不去就可以了。哎，大嘴来继续跟我玩，哎，继续跟我玩。哎，大嘴，这肯定是大嘴。你是大嘴，你吃了金苹果，大嘴，这是木鱼，看我位置。我看见是木鱼吧？他就是打他了。没意思，我看到狗蛋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别走，你们在哪呢？都哪去了？这个老黑不是真的！哎呀，有你们这么点，这是我！我操！不打了！这个不是真的！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不是他！打要死！哦，超人老黑被我杀死了，这是老黑没错的。然后就先搞错了，搞错了！你不解释了？我解释了没有用啊！你们想杀我就杀我吧！我就是。哎，我看到外面个，他变成黑鸡了。滚！还他们要骑个自行车。你自己骑个自行车，你不觉得荒唐吗？这个鸡，找到了！哎，找到了！快！还有半分钟啊！啊，半分钟，追他走。哈哈，骑自行车的鸡，飞子鸡，跑得好快啊！哎，对角落，哎，在跑，勾到了，就这个，游戏时间到，大嘴未在规定时间逃离迷宫，挑战失败，兄弟团成员获胜，恭喜大家！大嘴欢迎回来，来开香槟。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，不过我这个人说话还是很算数的。欢迎大家回归兄弟团，欢迎！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次有点像抓神奇宝贝的感觉？出了吧，屌毛大嘴兽！好了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。来，我们的口号再来一遍，加油，奔跑啊，兄弟！小鸡带兔，哎，怎么骑的？骑自行车啊？改一下生存模式啊？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就玩起来了？说他妈真是！没事，我们玩不要紧啊！是城堡呀你？我们玩不要紧，我已经立在你们心中了，你们不还没有发现？阿力，你忘了吧？你忘了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变成两只蝴蝶。还唱歌呢？你是不是忘记了生活大冒险你的老婆了？